1月23日，央视虎年春晚迎来第二次连排，众多明星现身。贾玲身穿一件绿色羽绒服，身形丰满可爱，戴着帽子、口罩包裹严实。而张小斐穿着一件驼色的大衣，搭配橘色卫衣，虽然是背影出镜，不过也能够看出身形非常的苗条，在人群中超有气质，十分显眼。贾玲和张小斐此次亲密同框，感情超好，连进场都是紧紧黏在一起，一刻也舍不得分开。此次央视春晚彩排，很多老艺人也齐现身，已经68岁的钟镇涛也参加此次的春晚彩排，他打扮得非常随意，完全不显老态，面色红润，气色超好。距离除夕只有8天的时间了，春节联欢晚会也开始了第二次连排，众星云集，任嘉伦再次现身，衣着清爽，简单的卫衣看上去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。歌手王源也参加了此次春晚的第二次连排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也难掩帅气的容颜。今年的春晚阵容也太值得期待了，简直就是聚集了最强阵容。最后也期待春晚的顺利播出，也希望能够在晚会上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。